大家好啊！星期日報，今日二零二零十一月十三號星期日啊。嗱，咁呢荃灣嗰邊咧就飛到 b l i n 嗱，咁啊教大家少少嘢啦。港鐵荃灣線列車服務呢、那個車門啊就飛脱，列車服務呢，嚴重受阻。港鐵呢，指初步檢查發現列車第一卡嘅轉向。 假，稍微稍微咋，偏离路軌，有兩道車門咧就移位，修復時間就比較長。嗱，咁要同大家講啦，係啦，就總之咧，佢而家嗰度咧就飛甩咗，哇，好誇張、啊、我睇啲相，即係我我即係潘松咧，我就唔揾噶啦，即係其實我我揾咗潘松嘅。 咁就係啦，係啦，算啦，唔好講其他嘢。好啦，記得撳 Like、點擊廣告、建設性留言、社交媒體分享、訂閱我哋嘅頻道。要費心就多謝你哋，拜拜。係向大家推介呢個 P.I.A.，嗱，因為咧就係佢做咗贊助，冇<沒>錯。聽星期二得到，可能都驚快。咁我認為啦，誒裝咗個 VPN 對你咧，可能都會有啲保障。 係有，尤其是即係可能 YouTube 上唔到，係啦，咁啊透过咧就 VPN 咧就系应该可以跳过咧就係香港个地区限制。啊，用本台呢条连接，咁咧就系有 discount，希望大家支持。